来，跨越了五洲四海，在世界的体坛上向我们展示了一场独特的东方神韵。大家一定猜到了，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与功夫有关，有请加拿大少林罗汉寺的功夫小子们为我们带来少林功夫。Thank you.
from Gangnam Style.